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赞为您带来的《拳皇牛肉风》再起2017修正版的实况对战解说，由 EP 的战天成对 EP 的肖申权看这把精彩对决，双方都是一个金加盘加两个问号随机角色啊，又是肖战组合的对决，双方都把自己所选最强主力放在第一位，来吧。哦哟，小特 CD 直接对策到对手的飞切臂，短兵压制，战天成这边率先发难，但是没有压住老肖。哎，强开 BC。打法思路跟十四还是蛮像的，对吧？就算第一时间打不中你，哎，这边巴西脚取消，但是后续连段没有连上，距离比较远，可惜。哎呦，很刺激！小心高点跳 CD， 哇，再跳中腿！哎呦，我的天！哎，中断，哇 ，Jesus， 哇，又是六 B， 铁老爷，对吧？这个整个屏幕就这么大，确实比较难受啊。战天成开局疯狂进攻，也没有破得了老肖的防，反而老肖后发制人找到一波机会啊！看一下战天成这边二发出场 Kusanagi， 好，这边高点跳进转逆向中断，虽然是跳轻攻击起始啊，但是对吧？不多提的无限期啊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巴西脚补刀34点啊，六 B 一脚踢开，这一下就是搞心理的。就完全搞心态，感觉战天成今天有点遭得重，老肖的状态有点好啊，相杀可以接受，按下跳 CD 接起来，但这个位置还是要小心啊，要小心，这个你甭管对手写多少啊，毕竟是个金加盘啊，毕竟是无限期，战天成位置摆得很明确啊，就是跟你打拳脚，摸你一下我都赚，但这个位置被老肖关到板边，强开 BC 前脚后脚，哇，我让你不动是吧，直接来个隐藏，田老爷一丝血再踢一脚，把布料穿三吧，可以，虽然两个下 A 都打中了老肖前冲乱动，但是老肖还敢前冲啊，你打不死我不好意思，我就会进攻啊，很疯狂。哎，这把双方都三分了，比分0-1啊，首发威普对大门，好，逆向轻脚 BZ， 这套肯定不会很痛啊，但是再走一套就死了。好，哎呦，打得很直接，没有继续 BC， 那也带不走。这一拳打哪的这么痛啊？这大门其实挺冤的啊，说实话，上来好像一句台词都没说，就叫了一声啊 ，no， 是吧？AB 起身的东西，好 ，AB 这边想要互换位置，想要把老肖关到板边进行压制，但是这手 AB 闪身反而把自己给送了过去啊！老肖看准时机，直接一波下 C 起手 BC， 正逆打西头强怼来了，闪裂腿，双龙取消，让你看看什么是最强之虎。下一回合，哎，战天成怎么说？这就是克拉克。哎呦，老搬运功了。嗯，逆向防得很稳，直接 BC 强行取消啊。好，升龙躲开，应该是抬走了啊。搬运功这点能耐还是有的。哇，秀起来，这边指定头挥空，然后跳起来一个空头啊。看一下老肖这边最后一个手底雷蒙啊，伊格尼斯官方啊，伊格尼斯承认的最强人类，哇，修起来逆向跳 C 起手，我的天，抬走，哇，你看这一声虎啸，这应该是虎啸啊，看这一局安吉尔，这两个人是老队友了。哎，哦呦，这正逆，哦呦，这哇，我感觉今天战天成的这么一个进攻欲望很强啊，但是攻不出来效果啊。这取之，哇，修起来 ，BC 连段中还带入一波主动 BC 啊，主动 AB 说错了，一分0-2啊，老肖这边还是率先拿到赛点。
詹天成要加油啊，感觉是啊，确实有很多观众给我反映啊，詹天成是很久没打的，这个状态有所下滑，这把双方宿命对决。 Jesus， 一方随机到八神，一方随机到曹丕。但很明显啊，老肖这边的运气更好一些吧，我感觉，对吧？克里兹加曹丕星，看詹天成，哎呦，升龙升空，转锤却反，哎呦，漂亮！清泉这个位置点不中，可太尴尬了。先来一波龙虎端午，好逆向，让你 AB 带走，几级下流奥义，龙虎乱舞带走。看一下老肖这边二发出场的 Kusanagi Q 曹丕井啊， Kusanagi， 哦哟，漂亮！这手大银条奈落逆向，这我感觉要么是战天成这个状态真的不好，还是说老肖今天状态太好了，这大银条奈落直接赶出啊。看一下战天成这边二发出场的安九，哎呦，哎呦，小心！哇，老肖这边真是艺高人胆大，拉钱就是拉钱，然后延迟一个战 C， 你要敢动就是一套 BC 啊。好，奈落强转，哇，这么是笨死揍了呀！升龙立铁循环，大蛇还有升龙大蛇吗？没有，稳，来吧，宿命对决。这两个人宿命对决实在太应景了。好，裸 AB， 哇，这手裸 AB 是想干什么呢？哦呦，但这边还想秀奈落逆向，应该是想秀断连，但这个八神下次开始到 BC， 但这个连段时候反而高跳过来躲开这个八神的升龙，下一晃咬再起 BC， 这个 BC 跑不掉，绝呀的，直接带走大家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老肖太猛了。